剃刀通过边上两颗螺丝把推块限位在中间，弹簧柱子孔位于这个地方，盖板把润滑小球限位在底部，推块和底部都有磁铁，防止日常时候推块松动，尾部有散绳孔。我们可以看到剃刀是单轨道的直推，对应了一个弹簧柱子孔，这些都是比较常规的。不常规的是这些白色的小球通过这些螺丝固定在了底部，铺满了整个活动轨迹，若哥猜测就是用来提供顺滑手感的。也专门去和主理人确认了一下，白色小球是有肉眼不太可见的凸起的，用来减少摩擦和顺滑手感的，后期磨损了也可以更换，所以剃刀的纯直推手感是比较优秀的。肉哥展示一下。但是我们可以在推到头之后施加一个比较大的力，推块因为作用力就回来了，当然也可以推到头之后甩回来，或是也用食指拨动回来。我们可以直接把推块甩出来，手回来的时候也可以顺势把推块收回来，如此循环往复，这个过程真的巨解压，但就是有点费手。